油葱蚂蚁上树，油葱蚂蚁上树，我们点火。先上油，好，这样油，我们有另外一个酱，猪油酱。鸡油，先让它上火，煮了那个葱粉，包含了冬粉、高丽菜，还有猪油、鸡油，应该严格上来讲应该算鸡油，不是猪油。那在焖烧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些洗可以洗的东西，我们就要洗一洗。到最后再把油葱放进去，油葱蚂蚁上手，
们不放盐巴，对，刚刚那个鸡油里面已经有酱油的成分。再焖一下，好了，油葱把你炸熟，耶，油葱麻油蛋，耶。